凡因有于人心，天之与人有以相通，如景之象形，想之以身。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为恶者天与之以殃，其自然者也。故舜赞五贤之奇，歌南风之师而天下至，纣为长歌北与之。因生死国王，舜之道何同也？纣之道何爱也？夫南风之师者，生长之因也，舜乐好之，乐与天地同意，得万国之欢心，故天下至也。夫朝歌者不食也，累者败也，礼者漏也，纣乐好之，与万国舒心，诸侯不富，百姓不亲，天下叛之，故生死国亡。而为临公之时，降之境，至于浮水之上者，夜半时闻鼓琴声，问左右，皆对曰：“不闻。”乃召师君曰：“吾闻鼓琴。”因问左右，皆不闻。其状似鬼神，唯我听而写之。师君曰：“诺。”因端坐圆琴，听而写之。明日曰：“臣得之矣。”然未习也，请速习之。灵公曰：“可。”因复速。明日报曰：“习矣。”即去之境，见晋平公。平公置酒于师位之台。酒酣，灵公曰：“今者来，闻心声，请奏之。”平公曰：“可。”即令师捐作师旷旁，远琴鼓之。魏中师旷抚而止之曰：“此亡国之身也，不可遂。”平公曰：“何道出？”师旷曰：“师言所作也。禹纣为黎民之乐，武王伐纣，师言东走，自投浮水之中。故闻此声立于浮水之上，先闻此声者国萧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所好者因也，愿遂闻之。”师捐鼓而终之。PG 522。助阵一时未都楚丘。楚丘故城在宋州楚丘县北30里，谓之楚丘邑也。助阵亦扩地至于在曹州黎吴县界，即师岩头处也。助阵亦一本，庆其之堂。左传于提其之功。杜预于提其地名也，在绛州西40里，临汾水也。平公曰：“应无此罪卑乎？”师旷曰：“有。”平公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师旷曰：“居得一薄，不可以听之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所好者因也，愿闻之。”师旷不得已，远琴而舞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鹤28级。呼郎门，再奏之，严谨而明，疏逸而舞。平公大喜，起而为师旷授。反坐，问曰：“因无此罪卑乎？”师旷曰：“有。昔者皇帝以大德鬼神，今居得一毛，不足以听之，听之将败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老矣，所好者因也，愿遂闻之。”师旷不得已，远琴而舞之。一奏之，
有白云从西北起。再奏之，大风至而雨随之，飞狼瓦，左右皆奔走。平公恐惧，伏于狼屋之前。晋国大旱，逝者三年。听者或疾或凶，夫乐不可忘心也。太史公曰：夫上古明王举乐者，非以于心自乐，快意自愈，将欲为治也。政教者皆始于因，因政而行政，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，空流精神而和正心也。故勾动脾而和正肾，伤动肺而和正意，搅动肝而和正人，真动心而和正理，与动肾而和正志。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欲，贵贱也上以是宗庙，下以变化民术也。其长八尺一寸，正度也。贤大者为公，而居中央，君也。商张右傍，其余大小相似，不失其次序，则君臣之位正矣。故文公因使人温书而广大，文商因使人方正而好义，文角因使人恻隐而爱人，文真因使人乐善而好施，文语音使人整齐而好礼。夫礼由外入，乐 PG 523自内出。故君子不可虚于礼礼，虚于礼礼则暴慢之行穷外，故可虚于离乐，虚于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。故乐音者，君子之所养义也。夫古者，天子诸侯听中庆未尝音于庭，卿大夫听其色，知音未尝音于前，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义也。夫淫一生于无礼，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，目视威仪之礼，足行恭敬之容，口言仁义之道。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有入也。所以数赞乐之所欣，在乎防御。陶心畅志，鼓手导足，顺渊萧韶，容称熟序。沈英之政，官风艳俗，端如冠珠，青铜扣玉，洋洋隐耳，潜音于躯。PG 524